好，我开了哦。秘密，秘密，所以现在要秘开台讲秘密吗？对，秘密，你的手机震动了，秘密，小秘对，密，讲秘密。等下那个一拳手机应该会震动一整排。秘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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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，安安，再见，安。讲秘密，秘密，秘密，安。讲秘密不是要讲秘密吗？那个那个那集哦，对哦，那个哦，哦哦哦，那集什么哦哦那集哎上礼拜哦哎对啊在那边上礼拜怎样的？公司讲秘密，讲一个秘密，开玩笑的，8.6，8.6，8.6，6.6，6.6，不行啊，我不能得罪娜吉啊，娜吉一脚就可以把我踩死啊！没有，你这么大，你会攻击村庄哎？对耶！哇！赛前先杠上，我们已经不想再搞了，有没有？那个黄色是什么？下面好多猪啊！哎呦，谁还没进来？赶快进来！哎，卢米不见了，这两个人。那个红红的是什么？重开机吧。那个是什么？狐狸吗？红红的。红的，那是村民吧？村民，那是村民。村民，例行的村民。为什么你可以把它看成狐狸？那个红红的，我想说。对啊，那也太大了吧？如果是狐狸，谁没进？对啊，等一下，变形的大开不起来。这个村庄好大啊！语言你也开不起来。刚刚显示离线，可是我明明就有网络。对，登录器哦。你们是不是住在附近？对啊。网络集体挂掉。对啊，那应该会有三个也是一样。我网络挂掉，我就没办法上。你们是不是麦快被 ban 啊？还是你要重开机看看？你们平常不要开外挂哦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圆圆，你们再努力一下。好，自我介绍久一点。说实在，数有点少，很少，还好吧？多啦，可以啦，很多了。项目数有点少一点。没有，我醒过来了没有？在沙漠那一边的是绝对没有。不是我摔，不是我摔，是镜子摔的。哇，这好酷哦！嗯，可爱哟。抽奖机。那我们先介绍，等一下等他们到再介绍地图。好啊，第41届的 UHC 来啦！登入还有问题，我们就先自我介绍，等一下再来介绍规则，因为这次是 1.14.1， 换人心的热腾腾。那就噔噔。哦，哎，哦，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真真哦，我第一位啊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没什么资讯，我会观察以下面玩家的发言，好过，玩错游戏喽，好，我是陈峰，我现在只希望奥蒂凡赶快出，好，下一位，来换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从前线溜回来的提督一拳、啊、等我死，我就会打活动了。下一位，太忙了吧？说的好像你等一下就想要先进。完了，你活着了。下一位，那个大家好，我是姚啊。那个大家看到那个 logo 都在那边说什么水牛杯啊，我有主场优势啊什么的，你才水牛杯。你会不会被水牛撞啊？对啊，他会不会召唤来撞人啊？对，说不定啊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会假变成水牛，下一位变水牛。Hello， 我是音乐，我是音乐家，我刚刚验了巧克力，他是狼人，玩对游戏吗？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繁星，我现在很想睡，下一位。为什么很像那个警报器的声音啊？老师，老师，大家好，这个好好玩哦。下一位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基。下一位，噔噔噔噔噔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真预言家，我预言到了繁星躺在我的床上，过。哇哇哇哇！哇哦哇哦！难怪他很累。哇哦！难怪他很累。因为动的是我啊。哇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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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嗨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新人，是妈妈，我是妈妈的猫口，换颜色了，波浪，波浪，太难得了。什么口音？你要叫繁星，看能不能打小力一点。对对。看在你是妈妈的份上，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鬼鬼，鬼鬼鬼鬼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克，我刚睡醒，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，欸，是我对吧？对，是是是。我是央央，下一位。我连你自己名字都不知道。Hello， 我不在。下一位。我是袁，下一位。换我吗？对。是的。我是娜子，下一位。嗨，我是都一直是最后的团团，上一位。上一位啦，回转。啊，我们今天第41届 UHC 是 1.14.1， 然后又有新 PP， 所以我们一本书一本书来介绍。好的，妈妈拿出你的第一本书。好，没有新的家长加入。这次露米还在卡，不然应该是21个人，所以我们有七个队伍哦，一队会有三。然后呢，地图就是496大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嗯，感谢梦之旭弟刚刚即将没有同队伤害，但是有同队的推挤，所以队友要小心互相的挤。然后呢，虽然没有开启金头颅，可是他现在作者的改动就是，只要有人死掉，你就会获得他的头颅，可是那头颅没有用，就是装饰用。哦，就你也可以收集头颅摆在地上做一些仪式也可以。猎头者，哎呦，但本身没有作用。然后成就不会跳出，所以就是可以尽情的隐藏你自己。OK， 第三本书，地狱没有开放，因为地狱只有在中间才会有用。然后可疑的汤现在也还没开放。OK， 之后再来玩，好不好？所以不用做可疑的汤。好。第四本书。啊，关键哦，这一次呢是，哎，随机缩圈，没有啊，这个吧，固定吗？这次是固定缩圈，要缩到中间，中间，因为中间是我们的那个村庄，对，间缩模式，间缩，间缩，好，第一，20分钟，记坐标，记坐标，对，中心点就在那个村庄，有啊，一开始会有那个。哦，对，过程当中那个坐标一直都会有。哦，对，好，忘了，忘了，忘了。要坐多久了？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关键就是80分钟开始缩圈，那80分钟也会清除怪物。嗯，对啊，80分钟会有玩家发光。百七哦，对，所以当缩圈开始的时候，就可以尽情的跑，然后要小心敌人。OK， 好，好。第五本书。限高限地，在100分钟的时候会有限高限地，你只要在这个范围以外的就会被凋零。嗯，地面的那个中心点高度是67，所以就差不多，好吧，65到75。好的，好。好。然后最后一本书，我们鱼骨惩罚就800。哦，随机陆鱼这都一样，然后弓箭削弱。OK， 对，以后说不定还可以玩一个鱼骨惩罚，会显示坐标。显示。坐标位置显示一下。这次还没有，因为这一次的特别就是 1.14 嘛，有那突袭事件。嗯。所以开场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突袭效果6。不祥之兆6。然后只要你到村庄就会触发突袭事件。哇，很好玩哦。刚刚看一下村庄好像有类似铁匠铺啊，然后还有很多村民，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，还有其他的。感谢啦。我可以敲打。没事啊，你就打个直播你就有英雄啦，对不对？哇靠。太难了吧。打第三波那个瑶就会变身了。进化啊！啊，对，我们就少一个人。对，那露米可以吗？还是不行？那不在。没事，我们有小人可以玩。哇哇，不行吗？露米要不要试试用那个啊？系统管理员。
突然之间就不行。你住哪里？他一直说要离婚。你住哪里？你要住哪里？那几岁这样子？飞过去，过去修的意思吗？没有，离网咖近吗？好恐怖啊！对，卢米确定不行啊？那我们今天也没有候补的哦。今天没有补充。不然打开那个如何？我惨惨。没有、啊、没有候补的就要变成五队吗？卢米还有办法吗？四队吧，还是怎样？四队吗？十队，二二哦，二十队太多了吧？两人一队哦，二十有点硬啊，对，太硬了，太硬了，不要，有点不要，这样我会很兴奋哦。请你不要兴奋。很恐怖。卢米，你可以吗？还是不行？他的 status 在那个在跑啊？我看他可不可以？我有点小声。我说我看他可不可以运行？应该是很难过，所以才小声。对，很失望。平常都很正常，今天这么不正常。你在网络是用哪一家的、啊？你的麦块就像是要考试的学生一样，要考试就开始讲。让他跑稳。三眼对，你对还是不能 stop？ 你网络是用哪一家啊？啊，你想骂那关系？那中文吗？对啊。不要难过，你会笑开心，我是姐，你为什么那么开心？我为什么笑出来啊？真不好意思，笑成这样。等一下，下次再来。那我们这次都二十人哦。好啊，那先分那个啦，四个人一队好了，因为两个人我怕太多太累个。好，好的，叫四个人一队哦。好，四个人，我现在就五组。好久违的四个人一队啊！那就四个人一队哦。好，你封印了啊？分队，我在哪？我在哪？这个哇，真的紫色啊！哇。哎，繁星法师一起，我砍不到摩可啊！我们的新人，砍不到新人了。开分账啊！岩浆，我借你。蓝队开分账。那各自分开。嗯，好。红色，五分开始。你又是哦，五分开始，现在已经十二分了呢。繁星，我砍不到你了！不要了，你就这样。啊，新人就这样啊。不行，你要小弟弟。出力。哇，这是我第一次跟。哇，哈基。出力。哈基好幸福。嗨。嗨。你要冷静一点。谁？我吗？我吗？是在跟我讲话吗？哎、欸，我真的会搞不清楚你们的那个ID 吗？是哎、欸，对啊。我的比较长。我一样也不要。一样长。我比较短吗？嗯。哎、欸，好像一样、欸。我会说我比较短。是一样。我的 H 比较后面啊，六八二四六八，长度一样我接受。哎、欸，对，都八。你的是 G 比较长吧？嗯嗯，你的 G， 我的 G 比较长，他的 I 断掉了。他的 I 断掉了啊！所以我们只要一靠近就会被打吗？中间感觉嗯，他那时候我们。在上礼拜二的时候有聊过，嗯，就是说就是接近就直接给效果了，我们就不要接近村庄就好了。所以只要一接近就会被围殴吗？哎、欸，我其实 1.14 没有碰过哎、欸。那我们下去，我们下去，嗯、啊、嗯，开玩笑的，走啊。我那直
接被打一根死了吧？就会有拿弩的啊，会有远程的啊，然后有女巫啊。那样做长长的东西不要靠近就是了。对啊，感觉一下去就死。有塔吗？没吧。山坡小坡没有、啊、土坡，就是村庄旁边那两座。哪两座？上面那两。